特意准备的第二个舞蹈用的长裙，然后一和三都是，好，你们直接就扣二了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跳第二个脸上。谢谢谢谢。这首歌的名字叫连声，这首歌的名字叫连声，那喜欢的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，谢谢。
可能说不是大家喜欢的性感的类型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下一个买鞋换衣服。我们可以下一个麦序换衣服，看一下大家下一个麦序想看什么。一个是短裤，然后一个是连衣裙。跳个宅舞啊，宅舞今天没有准备，哥哥，今天没有准备宅舞，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，回去的时候给你们跳宅舞，好不好？那个衣服太热了，太热了。短裤和连衣裙。好像衣比较多一点哈，那我们等一下去换短裤，然后我还有一个一首歌的时间，我来跳一见倾安。这个一见倾安，大家可以把瑟瑟表情帮我发一下吗？一见倾安，哦，谢谢。